我的爱好是听音乐，我喜欢吃辣的食物，比如四川料理。我总还会说英语和一点点葡萄牙语。我会拼尽全力表现最好的最好的自己。他的中文好好，厉害厉害。啊，你喜欢吃中国的什么东西？啊，我喜欢 hot pot。hot pot， hot pot， 火锅。那I don't know。火锅。真的超级好吃。hot pot。我怎么？你确定这包邮？我有这个。可以把你方便说一下的点。就是今天早上我给你介绍的那个美食，火锅。啊啊！那个，因为这个。